欢迎收看七月二十八号公司暗时新闻，我是孔阿文。新闻一开始，先来看今仔日的重要消息。这个台北市军所发生的这起杀人案件，是嫌犯过严格，可惜检方要求爱取达刑。来看的就是去年选举的这 MG149 案件，这检方今日团罗素的瓜分特加伊的幕僚，总共有四个人到案。来看是日本关东热到38度，高顶礼拜有7000多人掉刷送去病院。从开始来关心的就是天气，这中昼过了后，这热对流正往今仔下晡，真侪所在拢出现了局部大雨。伫这花莲甲新北市，也佫有另一个冰雹。这气象局是提醒讲，明仔载天气和今仔是正同款，请乡亲爱特别注意哦。花莲这边下晡落大雨，才开始落冰雹，民众叫熊熊来声音惊一跳，抬头一看才发现原来是落冰雹。打雷，然后就开始下雨，然后就之后就有冰雹这样，持续有大概有半分钟。下晡对流真旺，除了花莲地区，新北市的枋桥、树林啊、甲土城，嘛拢出现落冰雹的情形。有民众拄好开车伫高速公路，嘛叫惊一跳。气象局表示，下晡了后对流加上最近又阁是时间温暖的西南风，和水气阁较旺，因此下晡伫南部地区、东半部地区、甲北部地区拢出现局部的强降雨。在大气水汽很充沛又不太稳定的时候，经过太阳照射所下的午后雷阵雨，它可能在瞬间会下来很大的雨。那另外还会伴随冰雹或龙卷风情况。气象局分析，因为这两天台湾东部有零星低压瓦群，和对流作用更加旺。不过，随着零星低压通过台湾顶头，明仔对流未亲像今日这么强。啊，不过下晡了后，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机会。气象局随时发布天气信息。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就是去年选举的时阵，立委罗淑蕾高台北市长郭文铁讲，伫个台台便宜服务的时，失掉这 NG149这校号来收抢上500多万的捐款，已经犯了这公务人员的贪渎罪。警方今日是分别来传了这罗淑蕾、郭文铁告案说明。罗淑蕾是表示讲，唔忙会当含郭文铁来对质，啊，这郭文铁伫开庭进前是表示讲，应该爱讲什么对讲什么。一路车阁互媒体微调的台北市长柯文哲以贪污罪被告身份头一摆出庭，面是笑笑的，暗过无讲半句话。警方侦办 NG149的案件，同一时间阁出来台台义务的秘书刘如意，还阁有台台便衣叶克模的前组长，嘛是即马台北市长办公室的主任蔡碧如。蔡碧如甲刘如意面对镜头拢正格调，警方一摆甲因拢找来，甲柯文哲咧盯上，针对 NG149校徽资料来做公诉的比对。经过一点外钟的盯上，三个人拢互人请回。柯文哲是予立委罗淑蕾指控，咧台台辩言的时阵，私底下开 NG149的校号来收叶克模业者500多万的捐款，涉犯着贪渎罪。罗淑蕾咧透早予警方传唤的时阵，强调希望甲柯文哲当面对质。说一天到晚在打五大弊案吗？他说他别人的弊案嘛，他自己的弊案先厘清再说嘛，对不对？你要刮别人胡子，就是先刮自己的嘛，就这样而已、啊。我也是心存善念，我希望有他一个悔过的机会。柯文哲跟罗淑蕾两个人在北京无拄到面，柯文哲在开庭进前，佮已经先表明，刚好问啥，伊佮会讲啥。那所以我对今天的这种态度就是说，你要问就问了，那、啊、我就跟你讲道理，怎么一回事，这样就好了。所以他希望给你一个悔过的机会。我的答案是我活慈悲。针对 NG149的案件，罗淑蕾一直讲柯文哲涉嫌违法，柯文哲坚持讲校报拢是公开，一切合法，两个人无正面对决，也是互相呛声，到底谁对谁不对，各单台司法厘清。记者蔡慧玲、柯厚宅台北报道。来看顶礼拜所发生的这个台北捷运中山站的随机杀人案件，树林地检署今日将27岁嫌犯郭彦军起诉，要求爱处重刑。欢迎第下晡有那裁定郭彦军爱继续受押。台北捷运中山站第7月20号发生随机杀人案，迄当时27岁嫌犯郭彦军手提水果刀啊随机杀人，造成4人受伤。树林地检署伫今日专案侦查终结，依照切刀杀人未遂来起诉郭彦军。本署今日侦查终结，任被告涉犯杀人未遂及窃盗罪嫌，向法院提起公诉。检方表示，郭彦军因为家己的情绪问题，都提刀划杀无熟悉的人，而且伫进行时，佮呛声讲，若是无人阻止，对大家全部人拢死了了，显示伊伫犯后根本拢无后悔。
仅因个人情绪发泄，就持刀到人潮众多的捷运站内，随意挥刀杀人，造成社会莫大的恐慌，且犯后毫无悔意。虽然没有造成无辜民众死亡，仍然建请法院对郭姓被告从重量刑。苏林第一嘛，伫下晡开庭，法官认为郭彦均涉犯重罪，而且无住伫个固定所在，有逃亡可能。事后法院裁定上案，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关心的议案是这课工相关引起的冲突加争议。教育部这届对着学生囡仔提告引起无同款的看法，教育部今日强调讲无被提告。有哪指出讲迄个时阵有学生囡仔甲值班的教官掠条的，已经涉嫌妨害公务。啊，教育部要伫后日来办四场的座谈会，会后有哪抽卡哇抽二十个人，讲会当当面含这部长吴淑华来参详。23:30，学生甲民众冲入去教育部来到大厅。迄当阵，值班的教官发现想要阻挡，一个人为后边扭条，一个人挡在头前。过程中，这个教官受伤。教育部讲，就算学生无打人，已经是妨碍公务的公诉罪。整个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我们确实是感到非常的遗憾，我感到非常遗憾，所以教育部也不得不提告。那当然整个有关于学生的部分，教育部还是会持续跟学生进行相关的沟通。中心未退稿，但是教育部要继续甲同学来履行沟通。7月30日拜四暗时6:30到8:00，会伫桃园武林高中、南投中心高中、高师大附中、宜兰高中办理四场的座谈会后，学生爱家己报名，由主持人抽5个人，8位会当甲部长吴思华同面来开讲。只是这种方式，搁一届引起学生批评。为什么一定只能20个人呢？为什么再多人你就没有办法？而且为什么一定是透过抽签这样的方式来决定？难道今天你把这个当做一个见面会吗？部长见面会，运气好的人抽到签，你才有机会跟部长面对面座谈，座谈谈出你想要的理想，这完全不是一个适合的标准。北区反课工高校联名总调主政讲，这段时间甲教育部的活动，知影课工要退回机会是真小，所以会甲重新又转去学校，透过工作甲活动，让高一学生知影微调的原因甲状况。记者上新志平台北报道。这次改制台北市警告列了中立美教育部控制学生甲去采访的记者，引起外界争议。台北市的官文贴表示讲，已经指定副市长邓家基来组成专案小组。官文贴也强调讲，这是政治案件，伫真相出来之前，不应该让国家的公务人员更上这责任。学生走入去教育部抗议高中历史课工微调事件，台北市警察局的处理方式引发争议，尤其甲问题指向中正一分局。郭文铁表示，已经指定副市长邓家基组成专案小组，听警方、学生甲记者各方咨询，才决定要安怎来处理。这种政治案件的事，就不要让那些事务官了，就是说这种国家公务员去扛太多责任了，我是不太赞成的。不过当然，我们还是会按照调查结果，还是会处理嘛。另外，这事件也让台北市政府决定针对紧急事件处理机制进行检讨。我们的确在这事件当中发现了我们的问题，所以我们会内部已经在讨论了，就是建立一个台北市紧急事件的那种应变的 SOP， 这第一点。所以我们的确有在反省、在处理。有计八会伫上海举行的台北上海双桥论坛特别高啊！即马传出中国要求，不对两岸关系提出一二新观点的台北市长郭文铁，明确对九二共识来表态，并说明上海甲台北伫两岸定位是什么关系。外界认为，这敢若是对郭文铁施压。郭文铁讲，协商过程出价抬价是正常的状况。当然，过程一定要协商的嘛，一定要讨价还价啊，这也蛮正常的。但最终目标就是两岸可以合作嘛，总是。和平还是大家希望的嘛，也没有人希望说大家这样怒目相向嘛，对不对？郭文铁强调，双桥论坛爱双方拢共识，并尊重互相观点。记者综合报道。即马日头呛炎炎，有个人会去这公共图书馆找一下冷气去看册，啊，不过可能当下是图书馆伤过舒适，有诶这图书馆咧碰这椅子啊，靠这民众当作是碰床，鞋啊烫咧倒咧倒咧困，毛人家自由自在，就伫咧图书馆讲讲。台南市贤化区图书馆的监视镜头，足清楚翕到一个查甫坐伫碰椅顶端，揢着一本册伫读。伊的左手边有一个袋仔，刷落伊的手伸伫袋仔内底揢物件解开，过过一个啊，伊的鞋仔脱落，直接倒伫碰椅顶端。带包东西进来，然后里面都是零食。
图书馆的人员来看到这名男子马上坐好，无外久，伊搁倒伫碰椅顶悬。不只是这位民众，嘛有一挂家长无顾虑到禁止食物件的过失，任由伊的囡仔伫内底伫食物件，甲图书馆当作家己的厝。觉得休息可以，可是他休息的姿势不是很恰当，千万不能把饮食带到我们图书馆里面来，因为我们图书馆里面有很多的书籍，然后也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这边活动。那如果说引来了蟑螂、蚂蚁，那对整个环境会非常的不好。开500万中心装潢的这个图书馆，主要是提供民众一个优良的环境。因此，官方把这无规矩的相片放大大个时，希望卖阁出现这同款的状况。同款提供民众舒适环境的高雄市立总图书馆，伊调工把碰椅区放伫明显的所在，避免民众想要长期占用的争议。记者综合报道。即马阁有一个新的称呼名，叫做台中路，这是有一名绿林天文台的观测员，在2008年伫太阳系发现了一粒小粒的行星，在确认了后，已经把这粒称呼名叫做台中。上主要就是这发现人伫这台中待真久，对台中嘛真有感情。台中现在不只是一个台湾的都市，也是一粒太阳系小行星。中央大学绿林天文台观测员在2008年1月28号发现太阳系火星和木星之间的星群有一粒唔捌被发现的小行星，发现人将伊号名叫做台中。1984年来逢甲读书之后，基本上就常住台中，那人是有感情的动物，所以这个是一个很荣幸哈，有机会把这颗石头把它命名台中，这是我命名的一个动机。这辆车台中确定轨道出在国际编号了后，在2012年1月通过号名审核，得到国际认证。伊是一辆直径差不多是4公里无轨迹的车，离太阳上近有1.1亿公里。离发现人也将伊送予台中市政府。台中可以要上宇宙哈。不只是一个国际的一个城市，而且是在宇宙这个群星当中占有一席之地，那这个对我们推广天文教育是很有意义。绿林天文台表示，这辆车每14到16个月会坐地球一年，为今嘛加11月底将会出现在台中市南平日妈祖的方向。不过因为伊的体积真小，量度低，必须要使用专业的天文吊镜才看得到。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其他的消息，真是学生囡仔在休假这段时间拢有出去佚佗，啊，不过伫台南的大内，这亚洲恁训练站伫遐训练的囡仔，那是逐天去训练，还佫向这个点心师傅学功夫，五目做出好食的点心去预备，就是要装进比赛经费。大内这处亚东基层训练站是由台湾前奥运亚东的名将陈涵彤以及伊的翁婿杨丰田共同领军，近年来已经培育不少优秀的亚东选手。训练场地伫咧官方的协助之下，目前硬体设备扩充啊真好。因为校园真侪拢出自于弱势家庭，校园的住处集中管理，平常时的食住以及注册的费用，啊，佮有比赛的开销拢爱开钱。因此，最近嘛，拜因向烘焙师傅学习，咩啦来做落来所来预备筹募比赛的经费。第一就是说，我们其实想让孩子多学习一些不一样的东西。那经费的部分，其实是也是要让孩子知道说，当我们做完之后要去卖的时候，那个辛苦点，在他们会感觉就是他们自己尽了一份力量。做落来所不比亚东，因为真侪所在像是软面团、包落来鸭等等，拢需要烘焙师傅伫边啊指导。但是做真侪厝都是手，一群人嘛渐渐体验到无同行业的辛苦。不一样啊，这就比较稳啊，其中就比较爱伫劳工，这都较趣味啊。做什么事情都有什么事情的辛苦，不是我们这边练举重只有我们辛苦而已，各个行业有各个行业的辛苦。除了练举重的之外，恁这双手计咱去做别项的物件，会当为恁家己谋生路。抓落来，带来亚东队，将要甲目标放伫10月要举行的全运会，全力备战。而且落来所，嘛将会伫8月1号的大内落来坐顶面来预备，希望透过家己的能力，会当赚到比赛的经费。记者王进行台南报道。在八仙的婚礼爆炸意外里面，昏迷将近一个月，年岁上细汉的李小弟弟讲，人已经精神了。今麦厝内两个人为着要鼓励伊，也阁奉上伊上爱看这 NBA 球赛。啊，另外一名有90%受烫伤的吕一鸣，状况嘛愈来愈好，会当食物件，也阁含厝内面的人欢喜翕相哦。金鱼看得到吗？看得到哈、
李小弟佮差讲无得讲话，毋过倒伫病床扫目睭，一直睁边个电脑荧幕，麦当点头回答妈妈个话。伊是北京电报一花，年岁上细汉个相款，奋斗白话一个月，总算伫26号头一摆醒过来。李小弟阿姊李佩云是北京电报头前死者，李小弟醒过来后，厝内底人真兴奋，为着鼓励，佮特别放伊上爱看个NBA球赛。啊，若伊个小腿伤范围已经由91%降到50%。以后希望也能顺利脱离感染期。那另外一个吕玉明恢复状况也真好，已经会当渐惊。菜地人提加的水果，一嘴一嘴甲吃。目前伊逐工治疗，好更加补充营养。即马已经生出25%新的皮肤，伊个欢喜甲阿姐来翕相，嘛多谢社会大众关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这电子厂发生了这火烧，今仔日伫这耀华电子伫宜兰厂发生了这氯气爆炸事件，就剩四个人受伤，其中有三个人是严重来砸着伤，另外一个人是和这玻璃杯来拍着，是这司机是严重受伤，拢送去病院。啊，这刚刚意外发生了，这耀华电子是无啥要讲嘛，无要和这媒体入去翕，只有简单发一个声明来交代，讲这个意外发生的主要原因。不过，根据这宜兰县这环保局所调查显示，这届这劳工意外，恐怕是这人员在医护操作机台时阵，无照着这 SOP 去做，才会引起这场的事故。来看，今仔日有一百外名这屏东帮寮的这乡亲去县政府头前抗议，是抗议讲当地有五间这牧场的业者长期来制造臭味，让因真歹生活。不过环保局的稽查人员讲，因大概去拢查无着臭味，民众讲规气要邀请这关怀，规气去因帮寮安尼拢是得大起来。由水地寮乡民代表乡亲组成的环境污染自救会，28号在100位的水地寮乡亲来到屏东县政府，也被报条抗议跳步业者长期制造臭味，造成地方污染，后人无得生活，因要求管府到水地寮long stay。臭味拢要阮水地寮来，阮只百姓看要安怎困？我希望你环保局，你要来切这个臭味的人，就是爱来住伫安水地寮。无断奈怎样？因为这个乡亲认为环保局查缉行为无认真，逐摆稽查结果拢是查无臭味。啊，毋过真正的生活品质，甲屏东县长潘孟安提出安居乐业差真济，向指控的恶警跳步场，即是发出联合声明书，表示拢是合法起的。今年4月到7月，环保单位先后去稽查20多次，检测拢是符合标准，抗议行为是民众去用塞弄。莫白毒对相关人士提出告诉，环境上面，他们认为受到一定程度的污染，屏东县府一定会依照法令跟民众维护民众的环境居住的舒适跟产业发展两者一起来合并的考量。管府表示，乡亲提议的当局稽查，所评估可能性，按管府一定用上严格而且无定期的方法进行相关的环境稽查。记者综合报道。现在讲为了避免这公务机关的机密外泄，这行政院是要求拢爱使用由这工研院所研究出来通信软体接口。啊，不过由这台联党团是来指控讲，工研院年初已经把这软体技术转予这万数科技公司，嘛，这间公司有中资。啊，不过对了这件代志，行政院甲厂商拢出面赶紧澄清讲，绝对是无中资。去年9月，行政院因为治安的考量，下令公务机关禁止使用赖丁通信软体来担任公务，嘛推荐工研院家己研发的酒客通信软体。今年年初，工研院的酒客研发团队独立出来成立公司，担任董团指控，这间公司是登记在英属开曼群岛，股东内底恐惊也有中国的资金，花了政府1.5亿所开发出来的技术，然后他竟然寄转给一家开曼群岛的一个。境外公司啊，竟然不是我们本土的公司，而且我们进一步在追查的时候，他这些负责里面，他的资金来源有一些是中国的中资在里面，这个对我们的资讯安全、治安、国安来讲，影响都非常的大。
台联党团要求国安局、警察部应该马上彻查，在无厘清中国资金疑虑之前，各部会应该先停用手铐。也毋过，研发单位刚建议，警察部拢发出声明强调，经过查证，元素科技的资金来源并无中国的资金。元素科技嘛出面发文哦，可以确认说我们的投资者都是台湾人，我们都是台湾的资金，我们的像加密的等级都是最高的哦，那我们机房也是放在台湾。OK， 那我们都是台湾人在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是希望可以跟台湾的一类跟二类可以一起出国，一起做服务外销。行政院副院长张善政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也说，台湾真不简单，可以培养出本土的 APP Joker， 个人不应该没经过查证就说一些妨碍发展的话。也不过台联也回应，公司的资金可能没中国资金，也不过股东说有中国官方投资的创投基金，有明显的中资背景，也是无法度使人放心。记者陈淑君、郭家宝台北报道。现在火箭那样动作是铁票的军工教领官，因成立家己的政党，这个、军工教联名党，今仔也阁杀出十二位这立委的参选人，啊，军工教的这出走，有哪有外界解脱讲，这对着国民党选情恐惊有影响？动算，动算。不满常常为年金改革不贴本地当罪名，军工教领官大声发口号，因家己组党推出立委参选人，争取发声权。军工教联名党二十八号推出第阶段十二名立委参选人，希望百般的军工教经销，包括现职、退职加官小发声。在政党恶斗之下呢，所有的军工教都变成牺牲的工具，都变成米虫。联名党邀请有选前操盘经验的前台联党主席苏庆强担任总顾问，推出的参选人当中，有真侪是出名教育学者曾吉平等等。因为军工教出走，后果界皆都是对国民党选情的一大打击。联名回应，台湾政治白银国债含连拉跌加通道恶道，也白银后一直待更加辛苦，不能再陷入灰蓝极力的这样的一个窠臼里面。台湾已经陷入一种民主内战的歇斯底里当中，现在下一代出生就要被已经被九十几万了，我们有什么资格去啃下一代的钱呢？联民党也强调，站出来不是要保卫自己军工教利益，因也赞成年金改革，不过白银和因一直当罪名，讲是作界改革党，因单纯为军工教讨尊严，未来也会甲国进党保持合作空间。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方面消息来看，是日本的关东地区刷咧出现了真热的天气，也阁热加38.7度。顶礼拜有7000多人着刷送病院，伊这有回老大人较济。这礼拜这高温的天气也阁继续热落去。连续几啊天，赤炎炎一头，将日本各地行个是烧烫烫。サウナみたいな、こやつ。大阪、暑いです。Very hot。あ、ちょっと問題ないですよ。关东地区热度破表，古马关、千叶关、珠山关上关温度超过38度，东京都市中心也35度。因挂挂手北斗三郎27号伫东京北王子市参加活动，舞台顶椅啊鼻子头拍个烧烫烫，坐落去发现唔对档，赶紧是站起来。我来住的37年才住的，是啊，嘛，確かにおっしゃる通りね、暑い。顶礼拜为东北部加西日本大范围地区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消防厅统计7月20号到26号之间的一礼拜，就刷上伊的高达7392人，比一礼拜前加了1000多人，创今年以来人数上侪纪录。受害者大部分拢是老大人，组合官还有3名80几岁，做些老太太弱势，当地还有156人就刷病情严重。可能是东京都今年以来已经19个人因为这衰竭而死亡。其中14个人是65岁以上的老大人，因为这礼拜依然是真热的高温天气，日本消防厅警告，要注意补充水分，适度开冷气和电风，调节温度才袂着热。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欧巴一间百货公司的手扶梯发生食人的事件，调查发现，讲百货公司的人早就伫个代志发生的前5分钟，就发现这电梯棒送去，却无赶紧把这电梯停落来。
一个妈妈带着囡仔坐电梯，到特别到位时，下开房啊竟然松气，着急之下，伊赶紧将囡仔向前送出去，家己却被夹入电梯内。这惊人的场面就发生伫后边一间百货公司。有关当局伫事故发生了后，马上展开调查，发现百货公司早就伫事故前五分钟发现电梯有问题，却无及时停止运作进行检修，才发生这个悲剧。初步分析，本次事故发生的原因。为前烟板与该板之间连接松动，导致连接松动的原因有待进一步从结构、材料的使用、维护保养等方面进行调查和分析。电梯为什么发生松气的问题？专家判断，可能是本身制造品质有问题，也可能是维修出了状况。包括百货公司、电梯制造商和维修单位拢未用推卸责任。而百货公司明明知影电梯有问题，却无提前提醒人客，危害消费者的生命，必须负起法律责任。这事件也显示中国大陆缺少安全管理办法的问题。只有在发现代志每一个环节拢来改善，才能阻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记者综合。报道。要来看到各地详细的天气，伫北部地区，即个南台北台风落雨机会温度是26度到36度。来看伫中部地区，台中南投、云林、嘉义拢落雨机会温度是24度到33度。伫南部地区，屏东恒春有落雨机会温度是24度到34度。在东部地区，即宜兰、花莲有落雨机会，温度是25度到34度。在外岛的朋友，金门、马祖温度是26度到32度。以上就是今天的暗时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安再会。大户的部分呢，来予以调高它的费率，就是一般的民生用水，低用水度数的部分呢是没有调整的。如果今天的公司能够核定，啊，他们的预定的时间表好像是在明年的一月份，就希望启动水价调整。假使在一个时间之内有调整的话，它当然，短时间哦，乘客的接受度啊会稍微降低，预估差不多有5%的那个流失率啊。老人洗头洗澡，带他们去看门诊，这些工作就是劳动部所谓的预备照顾需要啊。我们今天并不是反对外劳，而是一旦劳动部开放了这些，我们就没有工作了。所有的海岸开发案，其实全台湾有非常非常多的海岸开发案，这些东西都不应该在海岸法的施行细则通过前去做一个审理。You should never be left alone, you know that? That's not my wife, sir. I've never seen this woman before. NCIS needs to coordinate with us right now. It's an act of domestic terrorism. Are you undercover for me? Them. 重返犯罪现场第十二季，今天晚上11点就在公视频道。37届琼斯杯全面启动，我们需要每个人集气，一起为中华队加油！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或数位相机，录下10秒以内超有创意的加油影片，上传到公视活动官网。奖品有限量的酷炫篮球、复古蓝牙喇叭以及潮流运动耳机，全民疯篮球，一起为中华队加油！就是那个家，我到底那个家了。他们流行热啊，流行热。好啊，你是不是总化完妆？今天去洗啥家了？
我家鲜乳，你不用担心，那三个装脚我马上帮你拔掉两个。真的？是哟。您东西真的是不得了呢，连您整个头的口袋为什么进修啊？啊？阿文啊！阿文啊！啊！阿文！找不到人帮。